我们已经确认407、408两起案件均为是一名犯罪嫌疑人所为。408枪弹是发生在犯罪分子袭击完装甲兵司令部留守处的返回途中，案发地点呢恰恰是在装甲兵司令部留守处与337路汽车总站这条线上。老黄，你看怎么样？魏正之前跟我说过，我看目前可以这样认为。你看这样分析可以吧？嗯，还有什么呢？关于犯罪嫌疑人的画像问题呢，作案组对三个案发现场进行了综合分析，基本上可以得出以下结论：三个案发现场的查访及痕迹物证均反映出犯罪嫌疑人是一个人，身高呢应该是在1.76米左右，年龄在30岁到40岁之间，参过军或者是服过刑，掌握并能熟练地使用军事武器。犯罪动机呢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，犯罪嫌疑人有仇视社会，不排除有针对军队的可能。我的汇报解释就到这里。408专案的技术工作目前还没有一个像样的进展。据司机李明提供，犯罪嫌疑人把一个毛布口袋丢在了车上，估计是包枪用的。李明称呢，他把这个口袋扔在了石景山区叶川村一带。石景山分局卢建民和这个基层民警经过多方面的侦查，并且张贴了寻物启事，到目前为止这一重要的物证还是没有下落。其次呢，那就是子弹弹源的调查工作进展的也不够理想。我们的调查工作已经扩展到了北京和河北地区，这两个地区的军事单位都没有发现这个批号子弹。汇报会最重要的收获是找到了面包车司机，而司机与罪犯并无联系。会议的亮点是刘维镇提出的337路总站附近为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的观点。季国良局长决定组织警力对337汽车总站5公里范围内的居民挨门逐户地进行地毯式排查工作。4月16日早晨，石景山地区大排查工作全面展开。我坐下来。莫太太，你都听说了，反正是年龄是30到40岁之间，男性。废话。身高呢，在1.76米到1.80米之间的。哥看他是不是退伍军人，有没有被判过刑。在晚上呢，有没有单独行动的习惯和嗜好，还有时间，主要是3月31号晚上和4月7号晚上他在什么地方，这一点非常重要，要有证明人。大家呢问的时候啊，要问的巧妙一点。我们呢是要抓坏人，但是呢也不能伤害好人，对吧？特别要注意观察对方，看他情绪有没有反常的表现，都明白了吗？搞明白了。啊，那好，按事先说好的2人1组，中午12点呢我们集中一下。嗨，我们首长也没这么要求过我们。嗨，人家不是分局的吗？你们两个少讲怪话啊，误了事儿别说你们俩，咱们谁也都不起。罗队长，这咱们不是开句玩笑吗？我告诉你们俩啊，这可开不起玩笑。好了，大家分头行动吧，中午的活我管了啊。这还差不多，快走吧。哎，这楼门拦住吧，我查不就是查过来查过去吗？你查不到就一遍遍重新过水，你明知道没情况也得做做形式啊。
这家，啊，这家我说，这家，这家啊。来了，你们是？我们街道办事处的，给在京居住人口进行普查。进来吧。来，请坐。坐。爸，妈，街道的，来做人口普查吧。我母亲，得病了。重感冒，烧了好几天了。这不，我父亲上街买药，刚走不大一会儿。你母亲是退休工人吧？是，我母亲原来在首钢上班，退休有两年多了。我父亲是继父，也退休了，现在就在治安联防队领补差。嗯。你呢？我从外地回来了，以前走过一段弯路，回来也不容易，打算找个工作成个家，后半辈子好好过日子。打算干点什么？别的也做不成，打算做点小买卖。你晚上在哪住啊？就在这儿，在我母亲家住。晚上常出去吗？我不常出去，我在这儿也没什么朋友，晚上一般就不出门了。再说在外边这么多年，回家呢只想好好陪陪老娘。宝顺。哎妈。哎呦妈，您怎么起来了？您快躺着。哎，没事，着了风感冒会加重的。我没事，客人来了哪能老躺着啊。哎，你怎么不给客人沏茶呀？不打搅您了，您儿子呀挺孝顺的。他天天晚上都在家吗？您问宝山呢，他没什么事儿，天天晚上都在家。走，哥，你先走了啊。走啊，慢走啊。哎，我走啊。哎，怎么走啊？啊，再见啊。再见。好，再见啊。哎。我看没问题，老爷子以前属于咱们的联防队员，以前有个什么说法啊，属于基本群众。我觉得也没什么问题，家庭和睦，儿子孝顺，怎么会罪犯呢？不贴边，有班插了一户。我说那家同学，那家我同学熟了呢。白宝山家就像他们走访的大多数住户一样，并没有给二位警察留下任何特殊的印象。没有。我们回头啊，再来。留步。那你们俩坐好啊。好的。好的，那有时间过来坐。好的。再见，大妈。好，再见。你看这单元怎么样？我看没什么问题。啊，走吧，走。
1996年3月7日，经历了13年监狱生活的白宝山，终于迎来了释放日。3月12号，白宝山自新疆石河子新安监狱返回北京。当他走出北京站，当他乘坐地铁前往苹果园，当他走在石景山区宽阔的大街上时，他曾觉得天上的太阳格外灿烂。不能说白宝山一出监狱就想犯罪，他也渴望过新的生活，打算经商致富，同时他也有另外的打算。他从新疆把100多发子弹带回了北京，应该说他的这一举动对日后发生的事情是有所准备的。谁呀？你找谁？你是梅梅吧？我是你大伯，我叫白宝山。回唐老鸭，坐着，听话。妈，我回来是想重新做人，不给家里添麻烦。可我刚到北京，还没打算好，找个什么工作，也没有住的地儿，还是给家里添了麻烦。大哥，这是你的家，你又不是外人，你千万别这么说。宝山，你在外的这十几年也没少受苦，现在你回来了，大家都高兴。住的地方呢，以后再想办法，现在就先在我这挤一下吧。我也没有钱，监狱发的220块钱路费，路上都花光了。
没钱，每月先从我退休金里拿100块，你先花着。你们做兄弟的，看自己的能力，能帮帮你大哥，就先帮帮他。妈，您别这么嘴冷，我们是亲兄弟呀。这是1000块钱，你先用着。回来了，去买几件衣服，换换鞋。别穿你那个解放式了，北京不讲这个。啊，太大伯，你就拿着吧，花吧花吧。就是，老山，先拿着吧。我西装啊。哎，不成。那你得加个钱吧。不行，哎，放不了。不行。哎，这怎么样？样子也不错。哎，还挺秀上怎么样？可以。哥，哎，你就别脱了，哎，这解放鞋该扔了。哎，妈，你来，你慢点，哎，你过来看一看，慢点，慢点啊。你看，妈，哎，这才像个北京人。你刚回来那阵儿，我一看见你，就想起那大西北，心里难受啊。妈，你别老这样，我大哥不愿提那些旧事儿。白宝山回到北京后不久，偷偷到某小学看过已经上6年级的儿女，他害怕被孩子瞧不起，再次想起在狱中立下的誓言，要搞到300万，让自己的孩子像有钱人的孩子一样过上幸福的生活。想办法搞到钱，又激起了他许多的念头。第二天，白宝山特意起了个大早，赶了很远的路来到天安门广场。但他和在场的所有人不一样的是，他关注的不是那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，也不是那雄壮的《义勇军进行曲》，他一直死死地用眼睛盯着武警战士肩上闪闪发光的枪，他不由得想起了从新疆带回的100多发子弹。
白宝山鬼使神差地骑着自行车又来到了秀水街，打量着使馆门前的那些武警战士。虽然他也知道自己的想法恐怕是白日做梦，但他仍有一种难以抑制的冲动。你说这事怎么办？我们错了。说一声错了就完了，不说话，回想想明白再来找。大哥，这事就给我们解决了吧？解决不了，走吧走吧，想明白再来。那我们的执照呢？执照现在拿，拿不走。我们回去想想，明天再来找您。可以啊。那您忙，我们先走了。你们什么事啊？啊，我。嚯，大西北来的。是。你找派出所干什么？那上面不是写着呢吗？让我15日内把释放证书交到当地派出所，好登记办户口。那边管教没告诉你，一回来就到派出所报到，这都几天了？你这户口马上办，办不了，起码得半年。哎，喂，为什么呀？我已经释放了，我这有释放证书，我是合法公民吧？那凭什么不给我上户口啊？嚯，你还就问我？你要这样说，那等两年。哎，我，哎，干什么干什么？想撒野啊？对不起对不起，他刚回来，不知道手续怎么办啊，所以说呢，这事还请您帮忙。不抽。您别客气。材料也不齐，我也补照片。补照片不会？啊，会，会会会会，谢谢您啊。你想什么时候起？越快越好。越快好，今天起是40，两天以后是12。那就。大天取吧。40。1234。这个警察呀，真是不好办事。头天我跟我哥去办户口，他说我哥这个户口办不了，起码要等半年。后来我跟哥再交涉几句，他又说要等2年。是。就算我哥啊，开始说话冲了点儿，得罪他了，可后来怎么跟他说都不行。他说什么手续不全，叫我哥补个照片，这照片交上去了吧？他又说呢，得去什么新疆开个证明。他一次不说清楚，我们趟趟就白跑。那他怎么这样啊？我也不明白啊。是，就算我哥不对了。那他也不能存心刁难人呢。他们是不是向咱们送礼啊？不送，我连吃饭的钱都没有，拿什么送他们？怎么会赶上这么个警察呀？哎呀，没办法。咱们这片啊就归他管。
他不给我上户口，我也不要户口了。他不让我活着，我就……宝山，你可不能胡来啊！妈，这我知道，没有户口，我也会想办法找工作的。我这么大人，不能总让您养活着。宝山呐，妈可没逼你，你大弟也没逼你，我们大家都是为你好啊。宝山，你要干什么去？妈，我出去走走，我闷得慌。哎，师傅，我老家打听一下，这原来不是有站岗的吗？现在怎么没了？站岗？哎，这是那些年刚文化大革命，怕阶级敌人破坏，怕解放军站岗，现在早撤了。撤了？啊。白宝山在后来的供词中不止一次强调，不给他上户口就是不让他生活，他改过自新的想法破灭了，在他面前只剩下了一条路，那就是犯罪。这是他为自己犯罪找的借口，还是他当时真的这样想，现在没有人能说清楚。哎，你们忙你们的。哎，那个案子你基本查清楚了啊，我知道了。建明啊，你工作有变化。有什么变化？市局的刘处长看上你了，要调你到408专案组工作。408嘛，全局重点要案。一切行动都得开绿灯，我不放你也不行啊。你呢，抓紧时间跟郭队把工作交代一下，明天早上就过去报到。这太突然了吧？我还觉得突然呢，事先连招呼都不打。我倒是愿意跟一跟408这个案子，这个案子有嚼头。不是我不愿意放你，你这一走
我这手里头还真有点掰扯不开。你一走就得好几个月吧，你小子说不定就回不来了。玉菊啊，你是不是怕我不回来了？你放心，办完这个案子我立刻回来向你报道。那个局长，刘畅，局长等你半天了。好，谢谢局长。嗯，来了正好，快坐，快坐，坐坐坐。哎，继续说。好，这个子弹的问题，前期我们依靠北京军区军需部进行了调查。这个调查的难度比较大，有些个环节需要特批，结果十分意外。这个北京军区所属部队都没有这个批号的子弹。北京地区及河北、山东、山西、内蒙等地的地方武装和民兵组织也没有这个批号的子弹。因此来说呢，这批子弹的弹源来自其他省市，这一点是可以定下来。根据这种情况，我们又走访了军委军械部，军械部的同志很热情，他们是一批一批的查低档，结果证实75-81号步机枪弹是在文革期间由河南兵工厂生产的，这批子弹全部调给了南京军区和兰州军区，南京军区对这批子弹根本就没有下发到各部队，所以这批子弹的弹源只能是来自兰州军区所属部队和地方武装。嗯，现在的问题是，第一，文革期间距离现在时间比较长；第二呢，兰州军区对这批子弹的下发范围和管理情况我们还不太清楚。局长，我是这样想的，下一步的追查工作可能要花费较大的力量和较长的时间，我想把下一步的追查工作移交给刘维镇处长处，请局长考虑。嗯，我同意昌明处长的意见。关于子弹查证，物证组做了大量的工作，对这个进展我是很满意的。嗯，下一步的查证工作会更辛苦，我希望你们专案组抽到足够的力量，把这批子弹的分布和管理状况彻底查清楚。是。嗯，哎，我听说杨军病了，你从石景山调上个人来。杨军呢，患的是阑尾炎，昨天住的，也是这段时间熬的。他呢，一直肚子疼啊，就一直挺着，一直到腹腔都化脓了。到了医院，医生讲再晚一点就有生命危险。嗯，没有办法，我那里人手太紧，只能把石景山的卢建民暂时抽调上。嗯，你调卢建民还是很有眼光的嘛。哎，卢建民的工作具体分配没有？没有，暂时还没有安排什么具体工作。嗯，正好，那就派他带队到西北跑一趟了。杨军这一摊子你得物色个人选。我考虑考虑吧，局长。嗯，外边又刮风了，会不会又要降温呢？西伯利亚来了股寒流，温度降了。鬼天气，恐
这里又要遭罪了。是，这已经是第十三天了吧？走，我们去看看他们。大家辛苦了啊！哎，老局长来了。哎，您好。哎，老吕啊。哎，又是煮面条，几百号人吃饭，煮那面条就三百多斤，可真有点受不了。今儿天太冷。是啊，我说给大伙改善一下。行，多加一份肉。局长啊，这回咱们是大兵团作战，同志们整夜在那蹲守，我们得给大伙弄点夜宵吧。我们科的几个人你也知道，大伙天天跟这上夜班，有点顶不住了。这倒是个问题。这么着，老吕啊，明天抽时间咱们开会研究一下。好，看看能不能从办公室各科室给你抽几个人过来，帮帮你们忙啊。那好啊。哎，可是局长啊，您净光给我人是容易，可是这炊具也没有那么多呀。要依着我的意思呢，您看能不能这样，局长，咱们这回吃饭呢能不能换个方式，能不能分散吃饭呢？让各单位的人自己吃啊。哎呀，大半夜的都在岗位上，这不行不行。哎呀，要不就这样，咱们包几个点儿，然后呢给同志们呢弄点盒饭。不过听到这样一来的话呢，经费可能要超支。经费超支。对呀、啊、这是个问题。嗯，哎，这是个好办法，我向市里反映一下啊。哎呀，这么大的案子，经费问题，哎，真该向上边喊一喊喽。又是面条，这都多少天了？我告诉你啊，今天咱们局长来了，这面条里头可有酱料。快点，来来来。慢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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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来来来，慢点慢点慢点，来来来，慢回去慢回去，慢慢慢点。老袁，慢点慢点。哎，没事没事。哎呀，来。嗨，哥们儿，冷吗？我当警察这么些年，从来没受过这罪。妈的，真冷！要是有辆车就好了。废话，有车还不把人吓跑了？这没车也没见人影啊！局长不是说了吗？一天不来等一天，一个月不来啊等三十天，一年不来等365天。这案子一天不破，咱这岗啊就撤不下来。没准啊，咱们还真得在这过节了。哎呀，少发牢骚，还是多留点神吧。哥们儿，你说我们这要等到什么时候？你想想外面蹲坑的哥们儿们，我们好歹还在车里面。哎，睡觉。1:30了，按照规律，今天晚上没事了。是啊。这几起案子都发生在00:00左右，这是个规律。他可以歇队儿，我们不能歇队儿。我们张开网子逮鸟，不会因为鸟没来就把网子给收了呀。所有的案子都是用时间和我们的警力堆起来的。注意，有情况。嘿，有情况。哎呀，不行了，媳妇儿，哎呀，
要不然破狗。这狗啊，肯定跟他们对面穿一条裤子，给他上吃了得了。那可大福，真的。废什么话，不怕犯纪律啊？犯什么纪律啊？咱们吃了以后是为抓罪犯，还强身健体呢。就是啊，我从警校毕业这么多年了，从来没这么苦过呢。就你们几个能捞手，抓罪犯局里亏待不了咱们。一天到晚累得要死。辛苦辛苦，辛苦辛苦辛苦！哎，同志们，辛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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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同志们，局领导关心大家，给一线的同志们呢，每人发一套防雨衣裤和一件棉背心啊！啊，哎，要是季局长每人给发一件防弹背心就好了啊！这棉背心管什么用？哎，包总队长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？你还说这种怪话、哎、这不是讲怪话，这是讲实话。您说这防弹背心不够用，这夜视装备又少得可怜，这现代侦察工作就得讲科学，讲设备，讲安全。你们黄总说的对，装备问题迟早都会给你们解决的，你们放心吧。嗯，